Let's go! Okay, be word, be smooth. 跳动的节奏 let me hit ya. 不断而又出来。他就是一个特别特别乖的一个 boy， 很听话，他长得非常的秀气，我们都觉得，很可爱，是可爱型的。大家好，我叫Zeyu。泽宇哥乐于助人，我有困难的时候他也会帮助我。我们平常都喜欢喊他小雨，我们都喜欢叫他小雨吗？自我开朗的时候总是爱开玩笑，然后把我们就是逗得挺乐的。Who's the boy？ 就是我有优点和缺点，优点呢就是比较内向。不算优点吧。缺点就是有时候喜欢发呆。还爱发呆。想事情的时候会发呆。小雨啊，你要加油了。你这儿这样子。他现在已经变得，如果在发呆的时候呢，自己能提醒一下自己可以不发呆。I like you， 哥哥我看好你。成功只留给努力的人。别忘了下次继续收看 Who's the Boy。如果 boy story 是一个人的话，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子，很 hip hop。下集更精彩哦，这集最精彩哦。哎，我的，哎呀，不要忘记收看下一集的 host boy 哦。